切都太晚了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毕竟人生已过了一半了，已经来不及做任何的改变了，或许只能下辈子再说。哦对了，小时候我是个很勇敢的人，遇到坏人会挡在朋友的身前，有次遇见一只蜻蜓落在水里，我把它捞起来擦干，它挥动大翅膀飞走的时候，看到了它是彩色的，就以为从此以后这世界对我一样温柔，长大后发现这些都是多余的了，现在的我要懂得成人的规则，所以我越来越变得小心翼翼，不知该怎么找到当初的自己，一切都来不及，一切都来不及，毕竟人生已过了一半了，已经来不及做任何的改变了，那就这样吧，下辈子再说，模样了，也许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，这辈子就少一些抱怨吧。等几个月以后我在迎风奔跑的时候，这里就不是这一大坨了，是八块腹肌。大人的规矩总是做得不好，有什么改变能融入这个世界，我是否像儿时一样勇敢站在朋友身前，试着擦干蜻蜓往上的水滴，可怎么做太像一个傻子，大人的规则何时才能学会，也许这世界已忘记我，忘记了我也勇敢过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你就是这世上最美好，善良也勇敢，你就是这世上最好的，难道你现在都没有发现吗，什么都不用改变，你只需要爱自己，爱自己，还有未来的自己要被珍惜，一切都来得及，现在就爱自己，我不变得善良是底气，现在就开始好好爱自己。看看这里，未来这里都是腹肌。今天稍微有一点紧张，如果一会儿表现不好的话，多包容一下。这时候缺一波男粉。
Many months later.不是要去演一个瘦弱的人，我是要演一个拳击选手的，和一个拳击选手的要求，他会有一个由胖到瘦的一个过程，我都希望从一个最真实的角度去展现给观众看，我觉得观众才能感同身受。没有捷径把自己批瘦，我说那我对观众的诚意在哪儿？我说我拍部电影对观众的诚意是最后变成了一个特效大片儿。我说这个不行。我拍了一部电影叫热辣滚烫，我也成功的减了100斤。使劲了吗？使劲了呀！滚烫最大的看点是玲姐瘦了100斤，玲姐呢不仅是减重成功，她也练出了一身的腱子肉，那我自己也非常荣幸可以见证了一个更加坚定更加勇敢的贾玲。一下就是走啊，特别像男孩走走路，走啊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一年多没见，我好想你们。消失的这一年多里，我拍了一部电影叫《热辣滚烫》，我也成功的减了100斤，并且练成了拳击手的样子。拍这部电影我用尽了全力，只希望你们在电影院再次见到我的时候能为我感到骄傲。